但我只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当我第一次看到住在对面的那个女孩时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认识你。如果可以，我也想擦掉我的过去。不管你的过去怎么样，莹莹，我都可以接受。莹莹，你住院的时候到底看到什么了？只能拥有一个夏天。